袂管归去安尼啦。嗯，我甲迄间厝哦，去底啊，贷款就装位啊啦。唔当唔当，迄是你老板，唔好别叮当，唔好唔好唔好。拜托个，我是装位客伯呢。啊，我再直接讲，那真正我若老哦，我落装位饲就好啊，你讲对不？迄少年人哦，伊愿意冲，愿意拼，迄是好代志呢。啊，即马若要冲哦，咱伫后边都小把杀一个啊。啊，所以我才好机会去做啊，我才放手啊。啊，伊若发动吼去撞到资金，啊，表示经过头一关啊，经过这个挑战了吼，伊就会面对真侪困难。蜜罐啊，你真正是用心良苦呢，你要借这个机会，甲总会少磨练一下就对啦。囡仔像讲大汉咯，咱无法度哦，拢陪伊身躯边啦。啊，如果伊真正来失败啥，咱无可能无管伊嘛，咱嘛是会陪伊啊。进前吼，一间足有名的西餐厅，迄个少年头家吼，无得阿品，都干了一个计划书，都要来甲阮银行借钱嘞。哇，真正是异想天开。是倒一间餐厅？敢是世界西餐厅？哎，是啊，迄个少年条家吼，讲要做企业的转型，啊，想要甲阮银行借3000万。哎，郭经理啊，我这的话吼，你听过就准煞，这嘛算是商业的机密，我不应该讲出来。你放心嘛，我袂讲出去。啊，搁再讲你讲的这个人，伊是我的朋友，这是伊的叔叔，我袂乌白团啊。哦，原来伊是高经理你的朋友哦。欸，其实吼，阮银行嘛袂讲遮尔无讲人情啦。啊，假使讲高经理你愿意替伊做保，阮银行当然嘛愿意借钱给伊啊。就算讲我愿意做保，我想从我伊嘛袂同意。是的，妈，这边啊，快点，来给你，来点啥？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本身创投的郑经理。才拢讨论过啊，因公司愿意投资我3000万。哇！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我是世界西餐厅的头家兼理官啦，真感谢你呢，安尼肯甲总理斗三工，做好这么大的投资对吧？你的计划书已经通过申请，等一下我来甲资料送等于公司审查，真紧就当拨款。这么紧，这申请的钱就能提下来啊？啊，不用担保。哎呀，对啊，干那靠计划书啊，不用担保，都我都申请到钱哦。哎，提起你啊，啊，恁公司应该不是地下钱庄啦哦？